三文鱼，这个三文鱼特别的厚实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都是这种厚的啊。这个三文鱼吃起来多像样，咱就不拿刀一片一片片了啊。哎呀，这三文鱼蘸上点这小芥末料，这叫什么三合油是吧，就怕这点料扔了，昨天直播剩的，然后买点三文鱼把点料吃了。哇，鲜美啊，太嫩了。粉蒸肉，然后这个叫什么什么大虾呀，爆炒大虾，爆炒大虾蒸的，有点糊嘴。大虾后面都扒壳的啊，哎呀，哎呀，过瘾！多吃点虾壳不干。你懒得扒就说懒得扒。哼，哼，太有才。好吃，有滋味。这是海虾吗？海虾，辣。7:50，八号小板凳。茄子，这上面都是弄的那个辣椒面，哎呀，真辣，这辣椒。火鸡面鳗鱼，他们串串呢。来口火鸡面，
哇，太香了。等会儿啊，我这高配碗你忘了拿了。